才受到战争受到威胁，你是不是有勇气来接受着国防部征调你来前线做冲锋的兵？当台湾有难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第一次、第一线、第一时间保卫台湾。你捍卫国人健康，你很勇敢，对不对？哎，是。那保家卫国，你勇不勇敢？哎，有一点勇敢了、啊。什么叫有一点？为着台湾这片土地，为着你家己死生，如果真真正正受到战争、受到威胁，你是不是有勇气来接受着国防部征调你来前线做冲锋的兵？哎、欸，可以的。大声一点。可以的。啊，来。咱本身加一个吼切决书。这个切决书咱会后，你是不是甲签落？我当就签落哦。战争发生时，你得身先士卒，前往前线保卫台湾。本身刚刚你的勇气，因为大家拢用嘴讲的，保护台湾用行动表示，安尼好唔好？哦，一定站在第一。安尼我讲，你等下来，我给东厂甲签落，安尼好唔好？哦，好、哦。阿妈伫只邀请哦，咱只坐咧遮，好保护台湾，莫用嘴讲，咱就甲签落，安尼好唔好？我们最后一分钟。我敬邀大家真的付出行动，不要用口水讲，好不好？你卖蹲低啦！好，那个签下去就切决了。好，啊，你第一次征集的时候，你的兵科科长就把你弄下去征集了。好，低顶物，好不好？党团等你哦，我们两个就签了哦。好，好，好了，在这边也呼吁哦，保家卫国哦，要用行动表示了。本席。待会会跟我们地表最强之民政处长签署切决书，当台湾有难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第一次、第一线、第一时间保卫台湾。